体育10月12日圈火箭新援詹姆斯·温尼斯表示，在灯泡组合身边打球非常轻松，教练要求他在防守端减少赌博式防守。正图文直播 NBA 季前赛猛龙 VS 鹈鹕，浓眉大队欲结束连败，詹姆斯·温尼斯上赛季火箭囤积了一群侧翼防守悍将，最终拿下常规赛联盟最佳战绩，并杀入西部决赛跟勇士大战七场。可惜今夏因为奢侈税的缘故，火箭被迫放走阿里扎和巴莫特，他们签下了詹姆斯·温尼斯作为替代品。季前赛温尼斯场均拿下 11.3 分 ,4.5 个篮板，三分命中率达到 46.2%, 表现可圈可点。过去阿里扎的火箭主要负责在左右两个底角定点投篮，温尼斯的三分出手并不如阿里扎多，他季前赛场均不过 3.3 次出手，但是他已经准备好在底角更多出手拉开空间。毕竟他的身边有克里斯·保罗、詹姆斯·哈登这样的传球大师，我绝对感觉很自如。温尼斯说道，他们的篮球智商极高，他们都是伟大的传球手，他们会找到你，你只管定点接球把球投中即可。不过在跑轰体系中来回飞奔，底角接球投篮命中三分不是最令温尼斯兴奋的，最令他感到兴奋的是防守。他说，我热爱防守，你只管让我上场去防守。上赛季阿里扎主要负责盯防勒布朗·詹姆斯、凯文·杜兰特、保罗·乔治这种大牌侧翼，他也能防控内部分内线。季前赛四场比赛，温尼斯防过麦克康利、钱德勒、帕森斯、奥拉迪波、德罗赞。火箭安排他防守对手主要得分手。你说德罗赞？是的，我从菜鸟赛季就跟他对抗，他是我最喜欢的球员之一。他是个好球员，要阻止他很难，因为他是超级球星。恩尼斯坦言，在火箭同马刺的季前赛，德罗赞16投只有7中，他的很多得分是利用恩尼斯不在场时拿到的。当恩尼斯在场，他要么扮演组织者，要么利用挡拆制造换防，把恩尼斯支走。对我而言，最重要的就是给他制造麻烦。恩尼斯说。不过季前赛恩尼斯也暴露了一些问题，他喜欢赌博式防守。火箭教练组在录像分析会上已经指出了他的问题。恩尼斯说，他们告诉我稳定防守，我喜欢大量赌博式抢断，这是我新赛季必须杜绝的，不能再大量赌博式防守。除此之外，我就是继续破坏对手进攻，带给球队能量。这是恩尼斯第一次为真正有实力夺冠的球队效力。他知道新赛季球迷们会注意到他的防守。他说，我准备好了，这是更大的舞台，我的防守绝对会被更多注意到。但是我一直在等待这一刻，无论球队安排我防守谁，我都会做好准备。从1打到5